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讲课的代先哈，简单的一个工商服务啦哈，来新台来参加这个民政府哈，一定爱看的武功秘籍啦哈。新台湾论，敢有啊？未买，敢有？吼、哦，啊未买，赶紧买，因为你读这本册，才会当了解讲咱即卖咧讲的即个国际法的法理是啥物货？吼、哦，法理就是国际法所即个编辑出来的一个即个理论呐、啊。吼、哦，啊咱唔但是理论尔，咱即卖搁咧实行即个理论。吼、哦、啊，所以咱啊，即本读有后壁所要读个《战争史回顾》，迄个拢读有啊。过来呢，你若搁咧了解讲民政府到底是毋是诈骗集团，真个也假吼、哦？你来看即本，你来外文能力较好个吼。即、哦、本《台湾最终地位三》，即本就是去告美国个一挂诉讼个一个原文伫内底，吼、哦，以及美国予咱个一挂机密资料嘛，下伫内底。哦、放在里面，所以语言能力比较好的可以去看这一本。哦、好，来，咱今仔日要讲的课哈、哦，主题解读、哦、解读与解读啦。那我的名字叫潘佑谦。那在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过程当中哈、哦，希望你做一个笔记，因为等一下会有很多重点哈。哦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家里去看媒体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咱先来讲三个概念哈。知识界有分三层呐，常识、知识跟智慧啦。好，那常识呢？常识是咱讲生活智慧。那这边超标进来这概念了哈。啊，知识的是咱讲咱咧读个理论呐，好，还是一挂。咱讲科学啦，即款咧学科类，即种也叫做知识，啊，这个东西都可以互相转换啦，哦，互相转换。啊，咱是智慧吼的，一种累积经验足够啊，对生活中的困难吼产生的一种机制的反应。啊，这种很难变成学科来教导啦。咱今仔日大部分咧咧讲的是知识的部分以及常识的部分，吼、哦、啊，但是咱有当时啊，咱的观念内底常常即足侪。做些知识啊，常识咱分袂清楚。好、哦，来继续。今仔日这个课的重点吼、哦，就是要教咱头壳内中华民国甲台湾，咱已经改南社会啊。咱主要这课的重点就是要教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个观念吼、哦，等于的观念改打破。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这个情感的因素甲观念的因素，你若改分开改打破。安尼，咱来看今麦的新闻，看国际的新闻，你得看有在看啥物货啊？来，首先我来介绍一挂简单的逻辑的理论啦，哈。逻辑有三大定律，第一个就是同一律啦，吼。同一律就是讲，水饺五十块，牛肉面五十块。有一个人去一间面店，叫一碗牛肉面。头家旁来的时阵，伊随甲头家讲，头家。我即卖雄雄无想要食牛肉面啊，我要食水饺，敢会使？伊讲会使啊，爱着水饺，伊着牛肉面旁等于水饺旁来，食了伊无付钱就要走啊。啊，头家讲，啊你太无付钱，我有啊，我拄仔毋是水饺五十块，牛肉面五十块，啊我牛肉面五十块退互你，还互你啊，啊我个付啊。啊水饺，我食水饺，啊我牛肉面五十块付互你啊，哦，这敢对？因为对头到尾伊拢无付钱啊。啊，其实迄是伊咧玩弄那个同一律啦。头家想讲，对吼，你迄个五十块的牛肉面退互我，安尼你有付我钱啊？啊，这就是咧玩弄迄个同一律啦，吼、哦。啊，违反同一律会啥物情形呢？蔡英文伊进前啦，吼、哦，伊进前选举进前，伊讲中华民国等于流亡政府啦。啊，中华民国呢等于台湾是伊去美国回来讲的啦。啊，那同一律可以做交换的话啊，变作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啦。啊，你敢会通？好、哦，
这个观念嘛，这个观念就是安尼啊，哦，以人互换嘛，啊你安尼变安尼，流亡政府等于台湾，这是足奇怪的一个逻辑概念哈、哦。来，矛盾律，两种相反的概念有跟无啦，哈、哦，没了若有似无，那哎、欸，我有听过若有似无呢，那是迄个修辞学啦，那逻辑上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哦，来，那跨解案例一哈。哦这跟矛盾率有关的啦。我从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啊，白海豚自然有它生存游水的这个路径哈、哦，它也会转弯的呀，不是车子就是一直往直线走啊，它鱼也会转弯的。它既然在台中港那个海堤它都能转弯，那何以在彰化这里就不能转弯？不是我讲，我必须要澄清，我从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我从来没有讲过，他没有讲过，跟有讲过都有讲过了哈、哦。这个是很典型的政治人物会犯的矛盾率，哦。啊，显然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经常犯的这个矛盾率，是因为台湾人有一种症状叫做失忆症。新闻报过，咱都袂记得啦，所以咱都袂去想讲哦，较早伊讲过什么。好佳哉，今嘛吼。嘿，网络足发达，那大家拢会测路，啊，把嘿影片给留落来，以后予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以矛盾率的常在拢会发生这种问题了哈。排中率呢，就是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中间的地带了哈，生跟死它没有一种好像可以半生不死啊，哈，所以没有半死这个概念了，它没有中间的地带了。没有模糊地带了，哦，接下来呢，那么来讲解读工具，一个一个解读工具，一个一个的观念，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媒体啦，哦，啊，所以咱这个等下小可做一个笔记来，这内底吼，咱有看了几个人面，好啦，我是用安尼问好啦，有看到一个老阿公无？有看到一个查某人，啊，伊抱迄个囡仔，哦，有吼，注意看哦，遮有一个人面有无？遮嘛一个，啊，搁起哩搁一个，啊，遮搁一个，吼，啊，所以这规个图还嘛一个，吼，这种图叫做种视觉错觉图啦，吼，这种图就是。予咱看一个较远的，看了一个影像，啊，较近的，个人看了过来的影像，啊，这就是在帮助咱这个解读的工具是啥物货？就是这啦。你只要改变观点，你就会有新的看见啦。吼，这记落来。你若愿意改变你的观点啦，你莫用过去的迄种观点来看，你愿意改变，你就有新的看见啦。吼，改变观点就有新的看见啦。来，继续。解读工具二，咱来看一下案例二了哈。好，你们看这个魔术方块，如果我告诉你这两个表面是一样的，你会信吗？我不信。好，请到前面来。这是做一个实验呐哈。好。伯乐透在其中一个面上放了一块灰色圆点，让你好暂停一下，能自己。在刚刚那个颜色的画面那边暂停。伯乐透好这边。伊这两块吼，顶管这块较乌，啊，这块较白吼，这两块颜色一样啊，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嘛吼，那看起来就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一样？他马上做实验给你看哦，好 ，play。用一个面上放了一块灰色圆点，让你和志愿者能自己测试看看。拿起那个圆点，把它移到上面来，移到这里。啊，我的天哪！不可能！我要再试一次。哦，真疯狂！真是超乎想象。你很难相信。这个影片哈，它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来，看到了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以为是那个样子。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会欺骗我们。好，
我们的认知知觉会欺骗我们，所以解读工具二就是看到的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媒体讲的就是那个样子。好，来解读工具三，来，有没有看到一只什么东西在中间？有看到的举手。OK， 放下。这是枯木啦齁、哦啊、这边有一只猫头鹰，有看到齁、哦、它应该是闭起眼睛啦齁、哦、再来我们看一下案例三。网友热烈讨论非常离奇的画面，来看看这个行车记录器所拍到的情况。这名黑衣骑士往前骑车，一路跟着他拍，但是呢奇怪，怎么从来都没看到，但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前方出现了一位阿婆，这阿婆从哪里来的呢？很多民众说太奇怪了，我们也带您一块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绿灯亮了，所有汽机车全部往前冲，但是下一秒眼睛不要眨一下，我们再看一次，不得了了，戴着安全帽的阿婆一秒瞬间出现在眼前，怎么会这样呢？来，我们这个关掉，看那个有没有三之一。这个是新闻他们给我们的报道，让我们看他的原始档案。你注意看哈，注意看这一个铁皮这边，这整个影像其实是平面的，他在这个时候阿婆就要进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出来，这样看得懂吗？好、哦，他在铁皮的那个时候他就跟那个人的影像，就是机车的人的影像叠在一起了，这就是那个这禁掉，这就是那个行车记录器的盲点。好、哦，行车记录器的盲点你注意看。好、哦，伊个阿伯会伫这个所在，伊这个时阵伊就已经入来啊，所以才会伫这个时阵走出来。安尼知吼，伊有一点点啊影，吼、哦、好，再记唔着。这影片要咱讲啥物代志？就是讲吼、哦，就是这啊，看袂到无表示无存在啦。因为吼、哦，这个行车记录器摄起的影吼，其实是平面的哦，就是伫这块荧幕内底吼，伊是平面的。啊，那平面的吼、哦，每一项物件它可以叠在后面，伊有迄个深度嘛，吼、哦，也会叠在后面。啊，所以对平面的视觉来讲，伊迄是一个盲点。啊，盲点伊塔这会的时阵，你就看无啊。好、哦，啊，这是解读工具哦，好、哦，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哦。来，来。日熟美战啊，那理论哈，日熟美战。目前台湾仍处于美国军事占领的状态，你有看见吗？我刚刚那个概念哦，看不见不表示不存在哦。来，这个是什么图？里面有什么东西？看得出来吗？这是高雄哈、哦，那个博二特区那边曾经有一个那个 3D 画展。哦，那个去拍下来的，这有一个东西啦，哈、哦，啊，它下面有一个栅栏，它只要拉上来你就看得到了，来，这样看得出来了哈、哦，很明确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嘛。可是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可是在这种状态你就看得出来，美国军政府占领台湾，我们没有从来没有人眼睛有看到过了。哦，从来没有了。那你要用这个技巧，因为他占领啊、哦。假设这只猫熊他占领台湾啊、哦，可是你在这种状态你是看不出来。可是你经过一种特殊的状态，你就可以捞到一些讯息，把它拼凑出来。其实这种哈、哦、破碎的这些画面哈、哦，我们眼睛没有办法把它组成起来。但是经过这一个栅栏哈、哦，我们就可以把它拼凑出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好、哦，那你来看新闻的时阵，来，那你来看案例四，我证明给你看了、啊。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
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曾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空军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哦。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点开这个新闻哈、除了美军军政府占领台湾这个解释以外，请问各位可以给我更合理的理由吗？为什么美军可以放弹头放到台湾这一块领土上面来？为什么他飞机飞到清泉岗下去的时候，国防部会不知道？当然你也可以当他是一个胡扯新闻啊，这样子就带过，就不要去管它，没关系。这样你就继续安心的过着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这种新闻，我们现在开始要注意了，因为美军飞机降到机场，咱常理啦哈，常理来，咱讲常识来讲，飞机降到机场一定要跟塔台联络，对不对？所以那个机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跟他联系嘛。那为什么国防部会不知道？从这个新闻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一种东西叫做联二系统。再来，为什么飞弹会放在台南的机场？那为什么他外置的车，咱现在看怎样，就是一种车就是挂外置的，那就是说外国车挂外置的，是怎样他能够载去清泉岗里面通行无阻、还载出去、给国防部长给登岗他经过 AIT 给他报告说、我们现在载出去了。这个政府如果正常的话，如果是很正常的政府，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军军事占领就是这个东西。来看解读室，看一下案例有。In your office or at home?Probably our best illusion yet, and it's up for sale on the website now. Hello, 甜甜。你头拄啊看影片的时阵，是不是？迄人的面会对镜头叮当？啊，明明迄物件都死的，是安怎也叮当？咱就是迄个物件是凸出来，对不对？凸出来的嘛，我们以为它是凸出来的，可是当你看。刚刚那一段是放在那个桌子上了，那这一段是那个人拿着，那个摄影机只要跨越镜头哈、那个角度跨越到这里，你才知道原来它是凹进去的，对不对？好，这影片是这样，好，关掉。
每一个影片它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了哈。脱离受限的角度，我们看事情要脱离那个受限制的角度。今天我们被中华民国的媒体把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给限制住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足够的那个资讯来源，你看事情没有办法脱离你原来的角度。今天来参与台湾民政府都给你这些讯息，都给你这些知识，那你拥有了这些知识的工具，你就可以脱离受限的角度来看解读工具五，看案例六。魔术方块应该没人不知道了、天涯平一开始咱也看到足侪物件放伫桌仔顶，对不对？啊，拢是你想的迄个物件，对不对？啊，这个镜头照照了，啊，手伸落，等等，伊煞变一张纸，对不对？那也就是这魔术嘛，其实也是魔术啦。来，跳出你原来的思想框架，因为咱思想框架就是讲吼，咱看到迄个物件的时阵，我们第一个反射就是哦，啊，那个我知道。魔术方块嘛，就胶带嘛，就棒球啦，就鞋子嘛，我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好、哦，跳出思想的框架，就是讲，咱知影迄个物件是啥物货，迄、那个定义、迄、那个认知是啥物货，但是咱有时啊，爱先把这个认知、这个、思想的框架先给解开，可以容纳更多的不同的看法，所以。跳出思想的框架，来解读工具六哦。下面的影片哦，请大家注意看哦。下面的影片哦，要爱大家去分析影片的内容元素。好、哦，来看案例七。这是外国的一个咖啡厅所做的实验呐、啊，哦，做的实验。
听看。这个影片吼，我要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这几个影片是真的请举手，啊，假的请举手。哦好，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哦。迄个人会扑起来，遐个桌啊椅啊会掀开，迄个图会落落来，册会落落来，伊记一声嘛，落落来。吼、哦，这三项物件真的请举手。哦，假的，请举手。哦、好，好了。真的啦，太假的。来，看，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影片哦，伊是解答哦，好、哦，注意看，迄嘛是影片，啊，伊是解答。来看七之一。这人把车停了，好哼，你要平静点。安尼，你知影我讲真的是啥物事真的啊吧？他拄仔影片咖啡厅，迄个人会浮起来，是因为迄个机关，迄个机关就是一种物理现象，伊是机械，大家人去。搞到拢会铺开，对不对？这真的嘛？遐桌啊椅啊，是因为有遥控器，若有人伫遐操作，伊就会走开。你操作，我操作，拢会走开，是毋是？遐查囡仔叽一声，遐、那个册、遐、那个图落来，遐物件落来，是因为伊有机关咧控制。这个事件伊本身是真实的，发生的事件是真实的。会让我们感觉假的是那个表演的组织，对不对？那个表演的中间那个女孩子嘛，她的手一伸，她配合了那一个现象，骗我们说她有超能力，对不对？刚刚那个影片是这样嘛，如果不让大家去看那个影片前面安设那些机关的画面，你在现场你也会骂脏话哦，对不对？你也会尖叫哦，你在现场，你看到的反应都跟他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一样。有些人哈、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很觉得很危险，很想要逃开，可是又很想看。有些人就直接反应，就赶快逃开了。这整个事件都是那个人在演出，所以后来的解答，你就很明显看出，电梯扶上去根本就不是那个人啊，因为我们的常识里面知道电梯是电动的动力嘛。只是我们的尝试还没有知道那个咖啡厅安设那些机关的时候，那个尝试就不会变成你的尝试，所以你在现场你看到的反应就会跟他们一样，这样知道哈？好，请别受表象欺骗，就是这个工具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要受表象欺骗，表象的背后有真相。不要受表象欺骗哦，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哦。很多东西我们看到的是表象哦。你出去赶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他好可怜。我出国有护照啊，我有身份证啊，哦，我有用新台币啊，新台币也可以兑换美金啊。为什么他不是个国家？他还有邮票，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是个国家？是不是国家齁，国家的概念其实受到过去的教育体系告诉我们的那个国家的概念其实是很薄弱的。下一堂课的讲师齁，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国家完整的概念啊，各种国家体系啦，国体政体的不一样，他会讲得很详细。来，我们来看解读工具7，看一下案例8。
请用心看这个魔术表演啊。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他是把扑克牌的背面的颜色全部更换掉了。哦，从蓝色全部变成红色。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一下、哦。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魔术里面什么东西被改变了？什么东西？扑克牌。什么东西的颜色？扑克牌的颜色，还有吗？有没有人注意到什么东西被改变了？有没有？都没有感觉哈。我跟各位一样，我们没有谁比谁聪明。其实，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第一的。那个反应第一次的经验都是这样子，这个影片会教我们一些真理。来，继续看嘞。第二支镜头，同一个魔术哦，他用第二支侧录让你看这个魔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四个地方的颜色改变了？一开始是这样子哦，大家有发觉吗？很有趣哈、哦。他说哈、哦，如何改变你的视觉焦点 ？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我们刚刚看的是这一个人他的这个镜头的焦点。现在我们从侧面看这件事情，侧面的镜头看的观点不一样。Okay, now Sarah.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她在换衣服的时候，第一支镜头的焦点根本没有在她身上，对不对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她扑克牌拿起来的时候，焦点在她扑克牌上面。她下面捉襟换了，你也不知道。And.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哦，这个时候焦点还在这边嘛。And that is the amazing. 啊，翻完之后他就拉上来，啊，所以背景换掉了。好，关掉。这个影片哈、哦、很有趣哦。二十几届来哈、哦，多数人都没有看出来。这个影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台湾的媒体在做一件事情，焦点跟转移焦点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他在做焦点的转换、哦、他在做焦点的转换。来，我们来看扑克牌就是焦点，但它本身也在转移焦点，敢听有？听有啦吼，扑克牌的是媒体给你看的焦点，而它本身在转移焦点，就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今仔日咱所看的媒体，中华民国给你看的信息，就是这焦点啊，有无？自从韩剧食一个冰淇淋了，大家拢笑咧买冰淇淋，对不对？就是这啊，我拢唔知影有雷神巧克力呢。可能有人不知道啦，来，这样，
新闻报报的吼，来甲你报一个讲，哇，这囡仔生囝啊，吼，这个安怎样啊啦吼？弄互你看这個，来，有无？这只过去过年前作夯的有无？吼、哦，太阳穴疑似太阳穴爆裂，王星爷，吼、哦，这只看神啊，来，我这只，有无？咱拢去看这個啊，大家辛苦吃头路做啊。拄只啊放假带，今日是生亲戚五十去佚佗一下，啊边啊就开始卖烟尘哦，大肠烟尘啦，卖串饼，卖啥物货哦，啊你讲刺激经济啦，哦，啊你若卡这提掉，讲啊，迄种拢无咧拼经济，毋知咧拼啥货，即种物件来，当互咱个经济好哦，加做几只也袂歹啦。但是这就是焦点，来，这啊，最近做有名有无？最近做有名呢？刺激太阳饼的经济起飞，啊、哦！来，背后在变化的事件是啥物事？背后在变化的焦点，这样，有无？过年前，过年后，火箭是不是所有系统大宕机，讲包给中国的厂商去做咱的这系统程式，啥物意思？就是咱所有的人的个资拢出去啊啦，啊，这太唔用，他为什么不继续给他追踪下去？啊，来，转包中国新互证系统转包中国，姜奎彻查较紧呢，他拢无消息呀。今麦焦点伫倒位？加啦，今麦焦点伫加，我们前面那个很重要的焦点。被转移过来了，哦，来，这嘛是焦点啊，咱拢无注意到，有无？这嘛是焦点呢，军事审判废除无？啊，这个先呐、啊，这个才发生呐、啊，军监囚犯移监一般监狱，什么意思？没有军体系的法院。跟军体系的监狱了，废除掉了。啊，大家拢不要看，拢讲，哎、欸，啊，都民主啊嘛，嘿，民主对，来，这嘛是焦点啊，乌克兰的呀、啊，有无？这种焦点啊，克里米亚的公投啊，这嘛焦点啊，啊，他没报，伊报顾台湾人就知影你家己的身份啊。来，开始解读啊，食唔对物件叫食物中毒啊。啊！若经过扭曲的洗脑教育，叫做啥物货？叫做思想中毒啊！那你经中毒69年，1945年到今，我们一直被荼毒，一直被思想改造。来，这人无问题啦吼，看来出来是人啦吼。来，啊，这只马无问题啦吼，未是鹿啊啦吼。啊，这啥？敢有这种物件，在咱的头壳内底变作有这种物件。今仔日台湾人上届食咱的认知的问题，就是中华民国加台湾经过69年的洗脑，煞变安尼。咱上届严重的认知的问题伫遮，所以咱这种的认知问题会产生出什么款的行为甲结果，会变安尼啊？大乱斗啊，吼！物件拢到这会啊，这啥物会？一堆来，哦，好来，啊，这原住民的衫嘛吼，台湾的对不对？无问题啦吼，啊，这支嘞，啊，这中国台湾，啊，这变台湾，哎，来，这啥？抗议服帽哦，啊，想到这支。啊！就伊要去甲人签的，像咱自己咧抗议服嘛，伊皆是也自己代表台湾的，吼、哦！啊，佫有迄种绿色的有无？来，遮加拿大有无？哎、欸，啊，伊嘛有自己呢，举着红旗打红旗，举着红旗反红旗，来，自己有无？这只啥？标是台湾嘛，吼、哦！啊，台湾倒咧困啊！阿姨公上，我们在这里，晚安台湾，明天醒来我们还会在这里。阿姨阿吉吉上，
伊是海军旗啦，吼、哦，海军旗啦。这两日咱个上了课，伊这是过去是海军旗，伊骗咱讲这国旗，其实中华民国国旗就是五色旗啦，吼、哦。来，中毒的惯性吼，习惯性呐、啊。请问，来年轻人，请问你几年次？26年次。掌声鼓励一下，年轻人来上课、啊。大哥，你几年级生？这最新的问法。1957，这个就没有被洗脑，它是标准的回答。来，年次的概念里面就是中华民国的年号啦，对不对？我们很习惯啊，哎，你几年次啊？我是什么啊？你几年级啊？我们是什么？我不，咱做习惯啊，迄伫内底啊，读书啊，伫内底你无套吼，你永远就是安尼反应啦。这叫做年次的概念了，好、哦，来，下次问你怎么回答，要像这位大哥一样，我1900多少年次，哦，听起来多帅气啊！来，内地，你选了内地，选了啥？大陆哈、哦，大陆嘛唔对啦，哪一个大陆？咱们有讲过，哎，哪一个大陆 ？Mainland， 大陆英文叫 Mainland。澳洲嘛是大陆啊，大陆来，较早台湾就是咱家叫做本岛人，内地就是日本本土，其他拢叫做外国人，真清楚，这就是文献。吼、哦，民政府摕物件拢是摕证据，你看来，祖国，啥物是祖国？日本，若要台独的人，你要先问伊祖国对国，安尼就破空啊！哦，因為你就要一個祖國宗主國嘛，才能獨立出來嘛，對不對？哦，來，祖國就是阿祖的國，很簡單啦，別想太多啦。你我阿公，你我的阿祖，那個時代所建立的國家，咱已經是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的體制裡啊，那個時候的國家啊。你說再過呢？再過齁，很難算的啊，到底是要算第一祖，第幾祖？哦，難算，我說咱就是近代，有落户籍的那個。来，这嘛，有无？昭和六年，这啊，咱若去办身份证的吼，拢会办着这。我无参加办，台湾民政府拢唔知讲，原来咱的阿公阿公阿祖因有这几个物件，这个这就是制度啦，这就是文件啦。来，空袭，什么人敢空袭？美国啊，日本，美国吼，到日本的。有上过隔壁班的拢知影无日本啊！来，咱来看一下案例九的。你捌美国空袭吧？你捌美国空袭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袭，你敢知啥物人甲你点炸弹？日本啊，日本敢点炸弹？哎呀，知。日本点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学的，这阵你几岁？哦。唔，搿是啥物人甲你讲诶？你讲你知？迄阵都咧，先从咧跳咧进，走美红公河啊，搿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住台南？好，听着。这是咱内底一个同心，伊去迄个路边，伊无啥物研究筛选无啦，伊就找迄种路边摊头家，啊，就差不多70几岁、80几岁，啊，伊就甲问，大家采访，啊，就这种答案，哦，就这种答案。老实讲啦，咱阿未受到这个观念的改正以前，其实咱做侪观念其实开始相共哦，袂当怪伊讲伊对甲唔对啦。其实咱已经被洗脑做严重啊。来，咱来研究一下吼，伊讲迄阵两岁款蜜蜂空壳。来，两回蜜蜂坑吼，伊知啊。来，我请问大家啊，顶礼拜今仔日你食中昼食啥物？顶礼拜今仔日你都袂记得啦？你两回你会记得？哦，可能会记得啦，因为吼，哎，炸弹坑来吼，刺激性足重嘛。你知影讲有一个砰一声，但是你都唔知影是放炮还是炸弹咧？来。日本迄个时阵，日本管的啊，伊讲伊知啊，日本管的啊。迄个时阵，日本空袭台湾，请问大家啊，恁放炮敢会去当恁的房间放？这就是逻辑上的检验啦。吼、哦，日本管个台湾，啊，日本家己空袭台湾，
当然有人会讲啦、啊，哦，江叔啊，你是毋捌看过《赛德克·巴莱》哦？《赛德克·巴莱》毋是甲迄个原住民牵界，《赛德克·巴莱》迄个时阵吼、哦，是经过即个国际法来底吼，因为迄个时阵呢，大清挂号即个日本天皇的即个领土吼、哦、是西半边尔，原住民遐土地是无的，啊，即、這个土地迄个时阵属于殖民地。殖民地没有主权，伊爱建构主权，根据国际法爱建构主权，建构主权就是爱全面征服，所以爱打中打，打了全面征服了主权建构之后，主权完全建构之后，才能实施法令。什么叫才能实施法令？完全的主权建构了，无地安全无啊罚五百。伫高雄罚500，伫台北嘛罚500，伫台东嘛罚500，安尼叫做实施法令啦。所以你一定要完全建构。所以赛德克巴莱迄早期，吼、哦，迄十几冬迄个时阵，也是讲二十几冬迄个时阵，其实伊哩一直咧，咱讲所谓的中国甲咱讲的迄个所谓的抗日行动，迄、那个物件是其实是伫主权建构的过程当中啦。吼、哦，安尼了解吼、哦。来，中共咱想啥？就简单的嘛，就中国共产党嘛，哈、哦，共匪嘛。来，请问谁教我们仇视中共？谁？国民党嘛，中华民国嘛，对不对？日本鬼子，这谁教我们的？谁教我们仇视日本？那我们的阿公阿祖、阿公阿嬷他们。就是日本人啊，啊，为什么这个教育教导他的下一代仇视他的上一代？为什么？既然伊教咱仇视中共，哎，即马呢？即马喜欢跟中共在一起了，抛弃我们了。所以今仔日台湾人请开做唔甘愿的是，是安怎我过去遮尼爱这个中华民国，今仔日伊教咱放杀了，这个情感因素逃袂开啦，来。日志啊，日剧，有人讲日剧啦，来，我把这个问题套开了。日剧有两种，窃剧就是偷摕啦，一个钱会当偷摕，手机也会当偷摕，请问土地免哪偷摕？占据就是抢的啦，同款啦，物件拢会当抢来，啊，土地免哪抢？抢的意思表示抢吼有一个对象嘛，啊偷摕嘛有一个对象啦，啊抢甲偷两个差别伫底？哦对啦，一个知一个唔知嘛，偷就是你唔知唔只防偷去，啊抢就是知嘛，啊知那是用占据的意这个意思来讲日剧的话，抢安尼日本。那为中国甲台湾抢来，应该要发生一个，日本中日台湾战争啊，应该要发生一个这种战争啊。但是无呢，台湾的领土是因为伊甲大清战争挂过来呢，唔是甲中国呢，哦。啊，你讲啊，大清就是中国，迄个等一下，咱来江苏甲你解释啦，哈、哦。来，日治就是统治甲管理啦，就是。马关条约以后，这个、条约以后，台湾就属于日本天皇的啦。啊，这个、条约你注意看哈、哦，这个、条约想要签，是因为为了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呐、啊。是因为惊以后会袂清，所以要签这个。再来，咱看这个、这边签的哈、哦。来，李鸿章、李金芳，有无？哦，啊，这边签的伊藤博文甲陆奥忠光，这拢是这边是日本所派的代表，这边是大清所派的代表啦。有人讲啊，这是因签的啊，啊，天皇无关系啊。我请问大家吼、哦，派代表伊有权利签合约，啊，请问啥物人互伊权利的？顶头的人嘛，佮较大个权利的人互伊权利嘛。所以，这个条约最高啦，哈，可以追溯到的，就是讲这个
大皇帝陛下，两边帝国的大皇帝陛下，表示是他们两个那种国家法人所签名啦。哦，来，洪兵法，那么想着殖民嘛，对不对？那红家拢叫做殖民嘛。来，我甲大家分析一下啦，哈、哦。日本洪兵法的时阵有国语运动，伫官方的所在拢爱讲所谓的国语，迄个时阵国语就是日语。啊，洪兵这个国语运动了后，咱的老爸、咱的阿公阿嬷，因的母语搁伫个嘛，无消失去，对不对？啊，中华民国伊嘛国语运动啊，啊，一直到咱这代，1970还是1960以后的人，差不多母语就差不多无去啊，吼、哦，母语就断根了啊。啊，请问啥物人咧殖民啊？偏偏拢母语运动啊！国语运动啊，啊，像那日本在抵力咱的时阵，就登去啊，有问题？十九世纪就登去，哦对啊，迄个较早的啦，咱原底咱的族群是平埔族啦，哦，迄个愈早啦，哦，来，所以什么人咧殖民？来，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啊，洗脑就是对教育开始。这家是啥？这家是啥？梅花鹿有斑点呢。这家吼，我讲伊是马啊，你敢没相信？他是马，你相不相信？骆马，大家都有点信心动摇，对不对？他是鹿啦，不要怀疑，最近很有名的，来，鹿茸你加我，你快点。中国人上爱讲白话，是因为古早以来就有记录啊，指鹿为马，对不对？啊，这个指鹿为马的典故，今仔日佮发生啊，来，指花为蛟啦，有无？今仔日佮发生，予大家看，中国人上爱讲白话的，啊，讲鹿茸好做多啦。欸，这毋是政治笑话呢，这个也在转移焦点，知道吗？这个在转移什么焦点？那个抗争的焦点呢、啊，在那种削弱那个抗争的那种那个力量的力道啊。好、哦，来，中国人的咱教的就是颠倒是非啦，哈、哦。啊，无就是混淆视听啦、啊，这做内行的啦。啊、其实咱从教育了，其实咱嘛拢有带着这种镜头啊，你敢知？来，咱拢炎黄子孙有无？我教这嘛，这叫做巩固式的洗脑啦。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间谍式的洗脑，华人，我们都是汉人，哦，拢来讲这啦，这种文化式的洗脑啊。请问你到底什么人？台湾人。来，那你问你是啥物人的时阵，是咧问你的国籍啦，无咧问你的来源啦。我若老爸美国人，啊老母日本人，啊请问我啥物人？你若问来源，你要哪定义啊？一定是问国籍嘛。我老爸若是美国人，我老母若日本人，啊，阮兜移民加拿大，我就是加拿大人啦，摕国籍嘛。那你问的是国籍，毋是咧问你的血统，毋是咧问你的 DNA， 吼。所以中国人就是中国籍的人嘛，很简单嘛。安尼，伊摕这个国家的身份证也是护照，就当证明了嘛，是不是？来，因就摕这啊，因摕这就当证明啊。好、哦，你也看哦，伊这张吼、哦，伊只个有一个公民身份号码、哦，你的身份证刚好写公民。嘿，啊、国民太早已港投票了。来，中华民国的国民吼、哦。身份证也是护照，就是中国人啦，足简单诶啦，有无？你着摕这本嘛，你茫计是只写一个台湾哦，即加印起哩哦，即是皮尔哦。护照你爱看上尾啊有相片迄份啊，哦，迄就是你诶证明啊，这啊，咱就是领过去着领这张诶嘛。来，咱看一下案例史哦，一个中国人证明伊个这张就是中国人啊。来，案例史，我们赶快来问他这个问题，他怎么说？你们不配做中国人，虽然你们是中国人生出来。
左一句中国人，右一句中国人，白狼张安乐明显的亲中态度，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籍啊，他究竟还有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你是不是中华民国籍？当然了，我身份证在你，中华民国籍就是中国籍啊，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当场拿出身份证证明，但这样还不够，有网友开始怀疑他是否有双重国籍问题，询问电话几乎打爆移民署。张安乐先生不是中国籍吗？那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明目张胆的在台湾？谁是中国籍啊？张安乐先生，你不知道吗？他现在是大陆籍，他现在变大陆籍，不是大陆籍呢，他是台湾人呢。网友把这段询问过程放上网络，气得痛批移民署的回答不。好，关掉。这大概迄个问的人，其实搞不清楚，跟咱过去嘛是安尼啊。伊中国籍，啊伊台湾人。这是在说什么的、啊、他是中国籍，他具有外国籍，头先我想说、欸、那个小姐跟问了对了，后来又说他不是我们台湾人，所以你拿那个身份证就是中国人，毋庸置疑。这个中国人跟我们讲一个很熟悉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今天他签服贸也是内部的政治经济统合啦。好，来，咱台湾民政府咧讲的法律，台湾人就是咧记者啦。这个时间点进前，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以及伊的后代啦，拢叫做本土台湾人，称为本土台湾人。我们在定义是在法律上做定义啊，不是在血统上啊。好，所以咱来提一张啊，一中。咱爱先领一中政策，无同意的请举手啦，不要紧，无同意的请举手。有的人会作怀疑啊，啊，谁来承认一中？啊，若无承认一中，全世界拢承认一中啊。啊，若无承认一中，啊，请问大家，你要承认两中哟？你家己嘛是中华民国嘛是一个另外一个中吗？中国讲不准有两个中国啊。美国嘛讲，他只承认一中啊，一中就是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咱想要承认两中，迄是过去蒋介石因遮个人甲恁教讲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啦。吼、哦，来承认一中吼、哦，会烦恼我们被统一，对不对？有这种烦恼嘛？啊，我请问大家哦，你即句甲记咧哦，来，我们是谁？那个我们是谁？因为你的情感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里面，你白掉的，你如果没透开，你就说，我怎么会用统一？这群人现在还在立法院里面、哦、来，这就是我们的疑虑啊，我们里面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啊，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中国，这是中国啊，啊，这也是中国啊，这同一律啦，它可以互换的啦，这两个其实是对等的啦，只是它现在的那个用那个政治运作的体系不赶快那啦。来，中华民国如果跟台湾断不开，你就会感到困惑啦。来，这股来来来，那来检查一下我们头脑里面的东西啦。这句话对不对？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我们要重返联合国，所以我们要去联合国那边声援抗议，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没有加入了，连加入都没有，哪来的退出？既然没有退出，就没有重返，这是同一律哦，这是逻辑上的连续性哦。所以，咱呐讲，因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所以我们要重返联合国，对不对？对哦，搞不清楚哈、哦，我们下一个讲师哈、哦、会跟你讲。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是什么东西？哎，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这个观念一定要记住，不等于台湾。像你等于甲恁亲戚朋友讲，不等于台湾，因为恁亲戚朋友你啊，你甲讲民政府的时阵哦，伊讲，嗯，你写的起笑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呐、啊，蔡英文说的啊，让蔡英文是迄个过去的党主席，啊，你什么人？哎，我就用安尼吐槽，不要紧。等你看，来，中华民国不存在了，有无？自由时报讲的嘛，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死了。
伊讲教育部封了啦，有人讲教育部封了啦，首都战南军教育部封了，请问大家哦、喔，中华民国首都战南军对不对？对啦哈、喔，问对啦哈、喔，对嘛？啊，为什么现在叫做中华民国在台北？大家拢无去想这个问题啊，啊，都目睭起来放好过啊。啊，咱即马这就是政府啊，这就是国家啊。咱大家会，你抗议创啥会咧？你生活过了足好诶，你去抗啥物议？咱卖抗议，毋是讲啊，你好好啊咧过生活。咱卖抗议是因为，我等下甲大家讲。来，中华民国是用来骗台湾人诶啦。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吼、哦。中华民国是治理当局，伫即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吼、哦，十五条伊有讲着。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啊，这个画面出现好几次了哦，希望大家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头脑里面来。咱就是活在政治炼狱的台湾呐、啊，咱伫炼狱的轮回当中啊。大家刚才上面一个炼狱的轮回，咱规个拢活在这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架构下的政治炼狱里底啊。来，大家看哈，利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每一个抗议事件，来，政策议题产生。媒体炒作会产生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过来产生抗议游行，过来的政治解套。现在开始大家在要讨立委、立法院遐的这个压力啊！啊、哦，现在你得对这个地方开始看啊！啊，当然这过程内底有分化啦，啊，有啥物转移焦点啊，拢伫这个所在。过来政治收割，后一场选举，啥物人赢输，啊，得看这场啊。啊，政治收割掉，佮回到政策议题，这就是炼狱的轮回啦。哦，选举，你所投的每一票都在支持流亡政府在台湾的合法性，不是讲伊合法啦，我是咧，我这个合法性是指讲成为他哎、欸，啊，我投人民拢投我，哦，无论反对我还是支持我，拢投我嘛，啊，所以我留伫遮是合法的啊，因为人民支持我这个政府啦。来，选前都是神圣的一票，对不对？啊，选后就从你口袋拿钞票，对不对？有听过选举，一票政党票50块，啊，投票的一票，投票人一票30块，这个说法有无？啊，请问你从哪里听来的？唔知？啊，你拿证据给我看，可不可以？在哪里？哎、欸，啊，这位对听来，来，当朋友安尼甲你问的时阵，你要证明吼，伊看，遮啦，你去掀第43条，竞选费用补助款与缴回，遮，一票30块就是这，遮，吼、哦，一票50块的政党票伫遮。补贴该政党竞选费用，每年每票补贴新台币50元，每年每票，你要算几遍总统哦，每年的4年嘛，哎，一票50块，4、5、20，200块嘛，那个加上他多啊，迄个，好不？每票一波，每年你讲每票呢？哦，你六百九十六万，啊，你甲乘以30，看偌济钱？啊，这钱为得来？啊，得咱的纳税钱啊！啊，咱我无来遮竞选，我拢唔知道哦。原来我投一张票吼，我家己开家己的行路工去吼，啊投一张票，啊靠底下搁爱红抽230块去，来，唔通去参加流氓政府的选举吼，甲抗争啦，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吼，你拢是咧对那个制度的认可啦、认同啦，哦，我、哦、这支我无论支持甲反对，来，所以你要看这张哦，人民至今能不了解自己所拥有权利啊？即阵人无论是支持啊、反抗，拢是咧支持，拢是咧先吼，吼、哦、即个人可以有立足点啦。啊，即阵人若卖插袂走，啊，即个喏，即个栽落啊，对不对？所以今仔日叫咱卖去投票，卖去抗争，是即个原因啦。咱得要甲即个物件赶出去啊。吼、哦，伊亲像鬼安尼，虎心伫咱台湾身躯顶，啊，得要甲赶出去啊。啊，佮一直咧介伊安尼咧抵挡，来。但68%的台湾人拒绝统一的和平协议，
这足奇怪的命题，你也不知道吗？统一是啥物人要统一的？中国人，你要统一的嘛？啊，请问，您在座敢有人去互伊民调调调，就讲你有没有支持？敢有？无嘛？奇怪，伊这数据到底为谁来的？伊讲越亲中台湾人，人民越聚统。啊，咱本来就无要统啊，是应该你要统。马英九应该你要统，应该是中国人，伊要去统一的。啊，甲人要等一团圆，啊，甲咱台湾人啥物关系？别人咧食面，咱伫边仔咧发烧，就是这个原理啦吼。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最近的新闻一直在不断出现台湾主权的议题，哦，台湾的地位正在浮上台面。咱等于看新闻，他都要改这个解读工具吼，您等于看新闻，敏感度提高了吼。他中华民国正在准备回家了，他能够对台湾的经济能够压榨，尽量压榨。所以你看最近做些奇奇怪怪的建设了。哦，做着奇奇怪怪的建设啊，来，能够会让台湾人觉醒的消息，能够封闭封锁，就尽量封锁。哦，四月底四月礼拜，这个美国总统要去看那个，要去见那个日本天皇，这个、消息新闻告报，连报都没了。来，台湾人就越慢觉醒了，能封锁就尽量封锁，那越慢觉醒了，所以对中国流亡政府他就越有利，所以。咱今仔日台湾历史地位将要回到哦，这个原点。你我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本土台湾人，请赶快醒过来，也告诉你周边的朋友亲戚，请他们，拜托他们，唤醒他们。我们唯独靠的是法理，国际法，没有别条道路了。抗争流血都在这个政治里面打转了，所以我今天演讲到这，多谢。各位同心，下个休困十分钟。